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组织了五次世界自行车锦标赛的城市。环法自行车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自行车比赛，也经常途经法尔肯堡。荷兰唯一的自行车经典赛阿姆斯特尔金杯赛在国际自行车联盟 UCI 的日历上具有固定的时间。Nieren, Zissingse, Zingse. Maar Valkenburg wielrennen is een gouden combinatie. Zeker sinds de komst van het gloednieuwe Shimano Experience Center. 在享受一杯咖啡和美味的灵宝水果派的同时，体验所有骑行的乐趣。例如，您可以预定测试用自行车，或者熟悉 Shimano 西马诺的钓鱼和划船世界。现在在 Parkos，这是前啤酒厂 Leo 的所在地，现在的名称，您会不断有新发现。它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就在盖尔、Hugh 和山地国家的心脏地带，为放松身心提供了多种设施。您也可以在那里找到自行车中心，这是一家 Lindberg 灵宝和欧洲地区的两轮车租赁公司。Soy, Tsuchi, Toto, want Valkenburg in de omgeving is ideaal om op twee wielen te verkennen. 简而言之 ,Parkos 是新的体验中心。您不仅可以在这里锻炼和放松，而且可以 Chifan Pinkoye, welkom bij Black Label Hotel Valkenburg, een luxe hotel waar design flirt met industriële elementen. 出色，带有粗糙的边缘，设计带有品格。这里每一天您可以在原始设计的环境中醒来，温暖的接触让您可以在法肯堡及其周边地区迎接新的一天，骑自行车或以其他方式。红牛破冰赛是一项在莫斯科、魁北克、慕尼黑、北美尼亚加拉瀑布和达沃斯等大都市举办的全球性体育活动，也曾多次在法尔肯堡举行。法尔肯堡不仅是欧洲最美丽，也是最古老、人流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地下圣诞市场。Beide grotten staan garant voor een urenlang verblijf in een muzikale, gezellige en vooral feestelijke kerstsfeer. 日落之后，童话般的圣诞游行，亮丽的花车和舞蹈者将穿着漂亮的服装，为成千上万狂热的游客提供温馨的圣诞感觉。